萧正楠喜欢工作多过结婚。萧正楠日前就为无线新剧《幕后玩家》拍外景， Edwin 透露剧中的他闲时都会去到父亲的面店帮手。咁现实中的你又是不是一样咁孝顺呢？孝顺就不是自己说的，但我觉得对父母好是应该的。因为现在年纪又大，其实我回来香港都为了他的，所以现在有时间都会尽量抽多些时间见下他。话时话 ，Edwin， 你同翠如首次合作《师奶咩氹》嗰阵就咁样定咗情啦。咁今次喺幕后玩家再度合作，会唔会因此而订婚噶？识答你，拍完结婚啦，不如咁样。又唔系话因为拍完冇开心而结婚嘅，即系再谂下啦，再谂下啦，系啊，俾啲时间，俾啲时间大家。拍完剧跟住又感情，话唔定拍完剧又要开下一部剧咧，系咪？即系我哋都中意工作嘅，咁即系嗰个问题再迟啲先倾啦。